今天爸爸两个鸡蛋，哎呦我的妈！妈妈两个鸡蛋，爸爸两个鸡蛋，妈妈两个鸡蛋。宝贝，你会分吗？我怎么一个煎都没有啊？爸，你先别急，里面还有硬菜，我给你拿。好，行，听到没有？我还有硬菜。爸爸硬菜来喽！哎呀，哇，我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。哎，爸，你等一下你再吃，要不然爹妈看见你的要反悔啦。说的也对，行，那我先吃点酸辣粉。爸，一定要给他再吃哦。好，儿子想的可真周到，处处都替我防着他妈妈。你买的这个酸辣粉本身 Q 弹劲道真好吃，好吃吧？我顺便给哥哥姐姐们介绍一下。好，哥哥姐姐们，我们吃的是陈叔家的酸辣粉，它这个粉饼啊是纯五种粉制作的，然后里面啊是有一包粉六包料，开水泡一下就可以吃的，粉条劲道十足，汤汁酸辣浓腻，说起来真过瘾，推荐在家里面有时候吃饭没胃口的时候来上一桶啊，真的是很开胃的。我来看看里面有什么硬菜。哎，炸！哎，玩的呀，真是硬菜。今天我得把好东西分开场，俗话说得好，狡兔三窟嘛。又把我爱吃的红烧鱼藏起来。还好我发现了，那就连骨头都不给你剩。造孽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怎么没叫你出来呢？来，先吃拌面哈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吃你这份。你这里藏这么大的鸡排，你有没看到？好吧，那就给你吃吧，给你吃吧。反正我还有红烧鱼和肘子，看样子多留几手是有必要的。哎，你动手，我来呗。这燕窝、银耳、豆浆粉，开煮一分钟就能冲泡好，也不知道自己调。早上来一杯这个热乎乎的豆浆真不错，是吧？我说现在还有活动，我去他们介绍一下。有条件姐妹建议每天早晚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燕窝银耳豆浆粉，它的配料很干净的，里面只有豆浆粉、银耳、燕窝粉，热水一分钟就能冲泡开，喝起来不仅有豆浆的香醇，还能吃到银耳的鸽子脆，淡淡的甜味刚刚好。现在厂家做活动，19块9啊，只是给你发四袋，还送一个摇摇杯哦。
你吃饱了吧？嗯，差不多差不多。吃饱了，就当我吃了。哎，炸！我红烧鱼呢？这你别笑，看看我多能跟你说。啊，作业转一个眼睛。哎呀，防不胜防。干什么动作？哦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背着那藏好东西，那我就把它藏肚子里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妈吃了爸爸的鸡蛋，那我就给爸爸一只烧鸡。造孽！哎，宝贝去哪了？哎，叫妈妈吃饭。妈妈吃饭了，来了。哎呀，哎，今天吃炒面了。嗯，哇。哎，你想不到我跟女儿吃什么哟？玉米羹啊，玉米羹吃起来软糯可口，多好啊！吃。哦，对了，还这个哈密瓜，我也不跟你抢了，都给你们吃吧。哎，都要给你女儿吃啊。算了，爸爸，我们先吃点玉米羹吧，等我再吃哈密瓜。好吧，这么自私，等一下鸡蛋一个你都别想吃。玉米羹也够吃，我这玉米羹自家两个哥哥当早餐吃，还真是不错的。那现在厂家有活动，你给家人们也介绍一下吧。嗯，好的。姐妹们，我们吃这个玉米羹啊，来大活动了，19.9给你发3大罐。哦。每一罐都是500克，再送你一个杯子、一个勺子，配料表里面有玉米三样葛根，买回家的话当早餐、当晚餐、当代餐都是很合适的。热水啊，1分钟就能冲泡开，吃起来软糯可口，营养丰富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爸爸，我们来吃哈密瓜吧。嗯，好。哇，还有烧鸡啊！哎，来来来，有人。哎，你。